装修的那座高楼上，其中经营着很繁忙，高大的身影在屋顶上，那轮廓喷出力量，黎明在激情中流淌，在洁白的东方，相信深深梦想，新的一天天会希望也会让勇气也释放，因为贪得不安追的风浪不敢入睡，黑夜漫长，在看窗外的世界里一切都苏醒的张上张，所以说对你的人生机会极有梦，从零再开始想有或想做，遗憾失落不说结果，即使沿途经过相遇的一切随心去涂抹，学会呼吸中文都要比较，前方的路还很长很遥远。